陆小曼和林徽因都是富养的名媛，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老照片见玄机，陆小曼和林徽因都是典型的名门闺秀，他们均出自于富裕的家庭，接受较好的教育，按照富养女儿的标准培养出来的民国闺秀，一颦一笑尽显典雅。那么两位名媛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老照片见玄机。一，陆小曼接受的教育是把她往淑女名媛的方向培养，她成为京城著名的交际花，不仅美貌无双，才华更是不凡，精通英法两语，书画一流，还是外交翻译官。陆小曼和陆军中将王庚有过一段婚姻，最终以离婚收场。她只想找一个称心的伴侣，不羡富贵，也不羡荣华，与浪漫诗人徐志摩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徐志摩说，他一双眼睛也在说话，星光里荡起心泉的秘密。陆小曼成为徐志摩最娇宠的女人，这位比玫瑰还要美艳三分的名媛惊艳了岁月。二，林徽因，如果说陆小曼是徐志摩最娇宠的女儿，那么林徽因则是徐志摩钟爱一生却不得的女人，他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。在世人的眼里，陆小曼是离经叛道的名媛，而林徽因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，女神级别的存在。父亲林长民培养女儿是想让女儿成为有内涵的名媛，林徽因均一一做到了。中西结合的教育使得她的身上有着特有的古典美，又有新时代的落落大方，惊艳众人。这位漫步在人间四月天的女子最终选择了梁思成，让其宠爱了一生，她无疑是幸福的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